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，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